盘点人类倒霉瞬间，我来颠个波。最喜欢玩蹦床，貌似吸得太快了。今天来个冬泳，最后一桶。就喜欢骑自行车探险，坐稳了，我们出发了。下去一定要小心，这个要好苦。我来把车扶起来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今天一定能捕到很多鱼。你挡住我的路了，我的脚法很准，冬天也阻挡不了我打篮球。平常就喜欢打高尔夫，这一点也不难。小狗，我来救你，我承受不住了，我来拉你上去。这水结冰了，我也来试试。这地板不太结实，给大家展示下我的成果。总算喝完了。今天的风好大，我们的晚餐十分丰盛。